主料：面粉100克，燕麦100克，花生米100克，红糖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糖、牛奶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将小麦粉、面粉、燕麦准备好，将面粉、红糖、燕麦放入容器，加入适量的牛奶，温揉成面团。花生米去皮捣碎，白糖准备好，将花生和糖拌匀，揪一小团面，擀匀，包入馅料，封口，放入蒸锅，蒸十分钟就可以。烹饪技巧：蒸锅蒸十分钟就可以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